综艺玩很大第三季 MVP 郭靖，郭靖，然后我有点说不出话来哦。哎，我真的很难得参加这种你知道吃惊的综艺节目，又玩游戏，然后我真的压力很大，所以能够参与了两季之后，我觉得好不容易我让我自己心情有比较平复了，然后可以跟黑队一起用正常的心态去闯关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自己确实有稍微成长，可是也很感谢我的队友们，就是帮助我，就是到今天。好，无逻辑关卡已经分出胜负了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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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新的希望。好，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哎，厉害了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圈呢是一个大家庭，我们一直看他哭，对，然后啊，其实他蛮坚强，他的个性就这样，这个难得可以跟这个 family 的人，对，大家一起过生日，对，然后又在花莲，对不对？这我们抠来都抠不来了，对，结果我们通通在花莲，对不对？心里面的愿望有三个，把它讲出来。为何？眼泪是真的。你赶紧再靠一下珍珠。对啊。你干嘛？你生日啊？你是日本妹借机哭。不哭不哭，眼泪是珍珠。好。哦。好多状况呀！对，是小猫。好，我的这个愿望第一个会非常的现实，就是我希望我这一次黑队可以获胜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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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队、黄队、红队、宪哥，所有大家，我们都可以身体健康、平平安安赚大钱。好，好，恭喜！第三个放在心里嘛，一起来吹蜡烛，一二三，三。一岁有限，哎，还是很感动。第一次，不要唱生日快乐歌，唱慷慨，怎么样？两首，你们要人家生日，我记得有个举例也来了。为了他，我们都会。今天阳光，然后加手拉丁啊，你手唱吧，也从这边走，接过去。真的吗？好来啊，来 go。今天就是我们郭靖的快乐生日，今天就是我两只，出去还有吗？两百岁。今天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他的泪水。就来听他的新歌的收藏。Yes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, 11, 12, 13, 14, 15, 16, 17, 18, 19, 20, 21, 22, 23, 24, 25, 26, 27, 28, 29, 30, 31, 32, 33, 34, 35, 36, 37, 38, 39, 40, 41, 42, 43, 44, 45, 46, 47, 48, 49, 50, 51, 52, 53, 54, 55, 56, 57, 58, 59, 60, 61, 62, 63, 64, 65, 66, 67, 68,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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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, 60, 61, 62, 63, 64, 65, 66, 67, 68
欢和你一起。那那那那，何其幸运，其实都还不是很确定。Oh, no. We are so lucky. We are so lucky. Yeah, so lucky. 现在请所有的同仁在你的座位底下拿出一个板板。好，没有拍好。哦，没事，因为那是你自己的。啊，自己的。看一下啊。这个好可爱哦。来来来，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们有请大家写下心里面的感言。对。那对于自己的队友，心中的感受是什么？静姐姐，还记得你刚加入黑队时，我真的蛮紧张的，可能真的不太熟悉彼此。太需要想办法让你放松，一起赢得比赛。直到有了静姐这个称号出来后，才感觉到你的心比较打开，也才完整了黑队。从来也就这样拿下了第二季的胜利。第三季即将结束。胜利觉得我们黑队之间的默契好得不得了，
没有什么难找我们，你真的很棒，你是我们的精神支柱。蜘蛛，变成蜘蛛，答。哇，蛮难的，写好大一篇哦。郭靖啊，在我心里面是转变最多的，人跟人之间的不一样的关系，不一样的合作，不一样的默契，甚至能够有不一样的秘密，分享内心世界，你的世界就会更开阔。啊，照理讲应该吃一吃，我们再念这个，要不然实在是，心情上会有吃不下去的感觉。同时，我们要颁发一位 MVP。Oh yeah! Oh yeah! The winner goes to， 但每一位都很认真呐，啊，终究还是要票选出来。综艺玩很大第三季 MVP。郭靖，郭靖，谢谢郭靖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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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真的知道是最后一次，然后因为我真的很难得参加这种你知道吃惊的综艺节目，又玩游戏，然后我真的压力很大，所以能够参与了两季之后，我觉得好不容易我让我自己心情有比较平复了，然后可以跟黑队一起用正常的心态去闯关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自己确实有稍微成长，可是也很感谢我的队友们，就是帮助我，就是到今天。好，然后也谢谢黄队，对，因为真的我们其实没有真的很比拼的那种感觉，就是跟你们真的觉得很像，有我在讲动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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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短暂的那个时间，复仇的时间很短暂，就是，但是就是觉得你们真的是很棒的人，就是我觉得很难得可以跟一群这么棒的家庭还有宪哥，就是大家都真的就是相处起来就这么的美好，然后所以让我真的现在也非常的舍不得，但是我知道确实也该结束了，对，然后也谢谢大家就是选出这个 MVP 给我，然后我会想念大家的，谢谢。